韩超系这几年人气越来越高涨，日前他受邀出席曼谷时尚活动，除了美美露脸之外，也接受了泰国杂志访问，大聊自己各方面的喜好。而在被问到最喜欢的韩国艺人时，韩超系的回答掀起了一阵讨论。Blackpink. 이번에나온 Shut Down 되게좋아합니다하나는한명만못고르는데젠韩超系大方透露最喜欢的艺人，在说出 Blackpink 的时候，害羞的小表情也让网友直呼太可爱。许多人都纷纷敲碗，希望能见到韩超系和 Jennie 的同框。两人都是最近最受欢迎的时尚猫咪像，并且带有不同风格的美，如果能合作就太好啦。还有粉丝翻出，早在2017年，韩超系就曾经按过 Blackpink IG 照的爱心，证实了韩超系的确是真粉丝，绝对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啊。